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老四？首先是老四从来不像小迷糊一样在老爷面前呲牙，凶老爷，总是一副憨厚又稳重的样子。你的才艺没忘吧，老四？你展示一下你的才艺行不行？我四哥的才艺有很多很多很多。首先第一个，家人们，第一个才艺是上桌子。老四，上，上，老四上。啊，哎，你还别说，家人们啊，我四哥脸上带这么一个疤还挺好看。老四，咬嘴唇，没咬着。老四，啊，老四，咬嘴唇，老四来。你看咬俩，老四来，奖励一个，来，奖励一个，你咬俩，老四来，咬两个，老四啊，张嘴，啊，老四，张嘴，张嘴，老四。老四张嘴，啊，咬俩，你没咬着四哥，你没咬着，白色好看。下一位，大夫，怎么了，小伙子？进来说。大夫，我最近总是吃什么拉什么，这怎么办呢？吃什么拉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就发现我最近吃西瓜拉西瓜，吃香蕉拉香蕉，吃苹果拉苹果，这可咋办呢？看来你只能吃屎了。肚子把门开，小兔子把门开，小兔子醒了，喝水吗？哎呀，这小伙咋这么胖呢？老三，你看胖不胖？老三，你瞅瞅，这太胖了。不是，这是不是好东西都让你吃了啊？咋这么胖？哎呀，全是肉。老三，指定好吃，都是肉。下锅，今晚就吃你了啊！真好，哎，真好，都是肉啊！碗盖给你盖上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哎，我煮一会儿，老四啊。滋。你吃不吃，老四？啊？赛文呢？你看你面前有两个雪碧，赛文啊？赛文，他俩哪个是真的呀？赛文？啊？啊，这个是真的哈、啊。老大呀，你面前有两个雪碧，老大，你猜哪个是真的？老大？
哪个？啊，这个是真的啊！你面前有两瓶雪碧啊，老四啊！哎，老四，你告诉老爷哪个是真的，老四？老四，哪个是真的？哪个是真的，老四？选一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老四啊！那萝卜和雪碧傻傻分不清楚啊，老四啊！啊？这干啥呀，老四？能不能清醒点啊？啊？不怎么回味考试拖后腿呢，老四？那回味考零分啊？啊，老四啊？老四啊，在你面前现在有两样东西啊，都是你最喜欢吃的，老四啊。老四，你今天清醒点，今天选吃的，老四，今天选好吃的，老四。哎，老四，你告诉老爷你最喜欢吃哪个？四哥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告诉老爷你最喜欢吃哪个？老四，选一个，快选一个吧。啊！我不告你清醒一点吗，老四啊？啊？这怎么迷瞪的呢？一天天的你呀、啊？啊？这粑粑能吃啊？这粑粑呀？啊？这粑粑能吃吗？你怎么一天迷糊的呢？你呀、啊？四哥呀，你快点拉呀你啊！啊，四哥。这咋还睡着了呢呀？啊！老四啊，你给老爷绑着，老四。我是四迷糊，我是小迷糊，我是傻老大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结金兰，从此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沙发谁拍的？嗯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我好为什么？老四，老爷今天问问你啊，这个营养膏上到底是谁的牙印儿？到底谁咬的？老四，谁？小迷糊，是小迷糊吗？是吗？老四，这你别笑，你呀、啊，老四啊，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啊，是不是？啊？一天你迷迷糊糊的你，啊！我看你一点不迷糊。